团体防弹少年团称霸欧美娱乐圈之后呢 ，K-pop 的热潮就不断的延烧，让粉丝等了很久的 Blackpink 最近终于回归了，推出迷你专辑 Square Up， 首波主打呢嘟嘟嘟嘟上线呢6小时哦就破了千万的点击，24小时内呢直逼4000万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美国告示牌排行榜 Billboard 已经宣布这一首单曲呢突破了很多记录哦，首先呢是 MV 上线24小时内观看次数的 Top 10， 另外还有全球的女子团体的榜首，另外呢还是全球的艺人的排行第4，是不是非常厉害呢？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气势磅礴的 MV。所以嘟嘟嘟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呀？哦，我再查了一下，就是枪声的撞声词，也有一种念咒语的感觉。 What you gonna do